那地里把粉撒一下。哦。撒完粉了，俺爸可精的，是吧？哦。这了可种一脚。今天我得一脚好的，这个光给我种。对。你说三斤三种。来不及是吧？对。对你长着庄稼都一片实，地这草一斤都没了。嗯，长草才能长庄稼，不长草长不庄稼。嗯，等地一壮，就长草了。也回来干一些活，拾荒呗。嗯，还行，不拾荒。你商量个事吧。商量啥事嘞？在家里个冰柜，成个鸡叉骨，成个鸡胸，在家备着就是不能那啥，不能这不能那个不能放往里埋的。嗯。这往前一这往前一日暖和了。嗯。这都是可找不下呀。得买个大冰柜。嗯。买大冰柜，不是也能成鸡胸？在家这个冰柜，咱还也能成在家备一会儿。是吧？但是整理着夏天这个人了哈，冬啊还新鲜点儿。嗯，哦，可以买个不买个可不是。又不在家还有冬事，还有这肉的、嗯、也是。我说你那过生年龄小病才能不这些能撑过一会儿，是呗？嗯，嗯，买个买个不这那个，我给你拿点儿。不用，那这儿不用哎。这两天了我都那啥了，我去看看的。你看那个这那个因为红了炸着整那个炸着这个，这每天带不了这东西往家，带不了这东西了，他也有。挣钱又花钱，你挣我家这东西又花钱。挣两万不是花两万多的。你光说你这边花钱花的，这可吃不住这个了。那又提了，我就给你拿个六千块钱啊。哦、不用。买一个。这一盆八千块钱，但是买一个，咱买个好的，咱不要赖的，好的吃住了，赖的也吃不住。不用。拿点吧。拿点吧，明天给你花钱，明天花钱，等你得成为你。你买这个买那个的，你给我帮忙呗。在支架，你再给我买点花豆。哦，花豆就快回来了，快红嘛，要五六五六呗。两年呀，得买东西。没事嘞，等人家该节约，这凑合着回来了不浪。一个要织东西，一个织东西，大东西小东西了，一个要织，每年一个照的哈，二三十。俺爸俺爷应该的。母亲，那啥，你在家里多辛苦。我自己也得了不能歇。反正俺也不在家不歇，我不动点活动点活，那是一样的。你那后勤在家里做的挺到位，不？那点那点那点。不，那点那点上面开水池了，咱能卖的。不能生气。那用不了八千块钱，没干啥能不能花八千块钱？大冰柜跟小冰柜一样，小冰柜两三天，你大冰柜你有历史嘞。历史要开门都几千块钱，五六千块钱。你看，五六千块钱也不能要，都是这么说。都了放下说，当然买不够了。放心吧，不等个那啥了，回头再说。啊，你去了看见不给俺去了，俺能叫你拉冰柜了？俺叫，拉回来俺给送到家才服气儿。哈哈哈！哦，赶紧开拍卖。哦，你把东西给我，我这给他。哎呀，你赶紧放起来吧。那他不能拿了，你给你拿的，改天送到家了，把这些给伢不是了。哦，就是的，赶紧放起来吧，别动过那啥。这个冰柜不能给我停吗？把贴的给我停，给停上。哦，赶紧买。这个我没的，你再说好的。你不要了，你要要了都算停了，你不要了，你趁着你抱怨了，你要再整我就给你寄。嗯，是呗。你看这有天儿给我花没天儿是吧？有天儿俺不说俺天儿给放，可夸你天儿俺就听着不得劲。嗯，看见妈准备花。六天回来给置办一个大东西来往头上。哦，那可不嘞，咱知道这个盖这个机嘞，咱不这置办那个大东西，再不沾些往天，一往天一暖和，再得那家还能动点，是。嗯，这个省电在这搁是吧？哦，也能买个了，都买个大点儿的，也能冷藏，也能冻的。哦对，哦对，是呗。嗯，在那买大点儿，那鸡叉骨啥都往上一装，啥呗。嗯，里头买大的，不买小的。嗯，那贵点儿的。哦，贵点儿买质量好点儿。嗯。名牌不养那咋子呢？嗯，啊，你给红哥当年给你保住身体，吃好点儿。嗯，水喝到的，不跟这个拉拉肚子水，喝了光着呼噜呼噜睡，连着就不喝水。嗯，干爹是好喝的，这要不喝水，可得可这个疼。
你当年给很好点。主要身体，身体是本钱，是吧？对。那人家还是管你，你别说俺在家，俺在那，俺在家里。你这在家里比俺还神慌的，还惦记俺的，你说。我哪个老人不惦记黑门睡了？他说。嗯。哎呀，现在那老人不是姐姐黑门，黑门儿再大，在老人跟前是黑呀。又怕你吃不好，又怕你下雨了，又怕你挨多，啥时候不会的，啥时候心给我心里急紧。放心吧，阿妈。跟人家那又装潢的不一样，人家在家在屋里待的，待的个话得个棚子，可得好好的。嗯。下雨了那话倒点手摊儿。嗯。啊。哦，对。嗯。吃好的，当你吃好的，喝好的。啊。别的不说给别的。哦，行。钱不能给我付了啊。哦，对。我嘱咐你多少遍。哦，对。你当你这个钱不能给我那啥，我再回来你这个人来我都不给你带的关系的，不愿这人给我了。哦，你不要掉的。哦，摘。他要就别付钱了，真是。我摘摘去吧，都花起来的啊。你要那个我不给我付了，我还要留还银呢啊。哦，摘。那叔阿姨叫你付了。就是，这么好，留我师傅的是吧？嗯嗯，就是这，你这钱不，你不让我，我到那抢我付了。哦，摘。嗯。